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女。打个招呼，我不来。干嘛呀？我都长得好大了。啊，下去下去。又是一个周五，感觉又要度过一个无聊的周末了。那就来化妆吧，好开心哦！过两天就要去打泪沟了。在这个光线下，好像我这个泪沟不是很明显，其实很明显。如果这样平掉就好了。我一定会给你们好好分享一下。然后这个痘痘已经好了，然后这个痘痘非常痛，它已经出来了。我昨天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梦，不是鬼神那种，是那种无形的力量。我梦见我在一个空间里面，然后边上全部是白色，但不是那种墙壁的白，是那种电脑里面那种白，然后而且没有影子也没有光，是那种好像在一个什么几维空间那种，往前面看都看不到距离，也看不到边上有什么无尽，远方也看不到什么，就是纯白，下面也看不到自己的影子，也不知道自己走在哪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腾空的还是在地面上，除了我全部都是白色，你知道那种无助。我给你们看，我买了一个某音神器，我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，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东西，爽肤水护发素洗面奶，它这里面有四格，就是那种出去旅行可以带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它里面是这样子，有一个标签，你想放什么就贴什么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都还没有用过，唯一就是担心它这个是不是不太好按，而且明天用用看，如果好用的话给蛋黄和悠悠再买两个。快点分享一下你踩雷的事情，告诉我让我开心一下呀。我为了演学生，然后头发染得这么黑，也不知道化什么妆了。现在夏天适合什么西柚妆、柠檬妆、什么桃子汽水妆。就我是很喜欢装嫩的了，那种学院的装嫩没字出名的话，学生装吧。我现在用的这个钻石气垫，遮瑕还可以啊，也挺滋润。我记得是有一段时间挺火的，然后就买了。哇，我这纸都还没撕掉呢。哇哦，好闪！还是挺细腻的，皮肤上的那个毛孔可以遮住。为什么厦门那么容易刮台风啊？动不动就台风天了，动不动就下暴雨，外面还下着暴风雨。哎，那个好像，那个是不是被封了？外面还下着暴风雨，今天我们分开呢。I love you。我这个混油现在用着还是可以的，只是不知道持妆效果如何。等一下我出门的话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脱妆程度，带一个自然的美瞳。我戴的都是14.2，因为我自己的黑眼珠就挺大。只有戴14.2才看得出来比较放大一点。我用的都是日抛，如果在外面觉得不舒服，我就可以直接扔掉了。没办法，谁叫人家视力好嘞？不要打我，快点来使用一下这支9.9包邮的眉笔，一绺一绺画。哇，好像是自己眉毛哦。有没有觉得我把我自己的眉毛越修越细，越修越少了？我一年前的眉毛好像更多一点，但我觉得修少一点比较好画。毕竟是眉毛画得好，男神随便找，说不定找到的还比你小。我之前不是有拍一个宣传片吗？放在动车站上面还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宣传片，我就是自己画的这个妆容，就感觉像是没化妆一样，但皮肤又感觉很好。我的眼线胶笔呢？一个很自然的内眼线就出来了，感觉眼睛都放大了好多哦。这眼线胶笔质地很软，很好画，但是它感觉用水很快啊。救命，我想拉屎。 Oh no， 我想拉粉红色的屎。就是天贝可的三色在瞎搞，出门补妆还可以，挺方便的。质地是膏状的，有点厚，适合那种可能上瑕疵比较多的。那小小一盘，里面还有一个正面一条镜子，根据你自己的肤色，然后可以在这里调一下。说实话，大理石眼影我真的很喜欢。那个优衣的小头睫毛膏，刷一下这个，它这个刷就感觉是把你加粗了一点，加密了一点，看不出来好像是刷的睫毛膏，没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纤维纤长。哦对了，说到睫毛，我昨天买了一支圣罗兰的睫毛膏，是网上买的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粉红色的。哦，那我等一下可以用一下。哎，我的脸其实就只适合画这种淡淡的妆容，最好是伪素颜，最多加一点点眼影。我的脸就不适合画那种比较大气的、比较高级的。不然你们把你们的头发寄到我家里啊，我来画好了。今天评论里面看到说什么，眼睛说会了，手说我不会。快点啊，把头寄过来啊！哎，我这个美瞳总是有一点滑偏，有时候会滑偏啊，一点点就好了。怎么觉得好像没有比较清纯，但没关系，等一下出门的话有可能还会晕掉一点，加上我抠眼屎的时候蹭掉一点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今天用这个丽曼的蜜桃曲奇色，我每次都容易把腮红画多，要少量多次。好，差不多，不然看
擦住了，不然太红了，所以在手上先打一打，有一种自己害羞的脸。不是嘞，谁害羞只红这里啊，我每次害羞的时候我从额头到下巴整个脖子都红掉，是因为这你知道吧，谁害羞只害羞只红到脸颊呀，不是拉屎了，仙女拉屎夹子，我这里有一个痘痘，不然把这个痘痘画成痣吧，不然实在这个很碍眼。我想笑，其实我想画在这里，但这个痘痘，哎，算了算了，画在这里吧。来画一个比较真的痣，有只日优泉的 M01 色号，画的略干哎，要涂个唇膏，涂完唇膏再涂，但它是那种哑光质地的。嗯，又一个睫毛掉了。哦，不是睫毛，是痘痘毛了吗？跳点许愿，真的略干，宝贝。这刘海有点长，加一个小丝丝。好了，我要换几套衣服。Take my hand, I'll teach you to dance. I'll spin you around, won't let you fall down.Would you let me lead? You could step on my feet. Give it a try. It'll be alright. The room's hush hush and the house on my way. 蛤蟆哭哦。蛤蟆吃不到。现在我想把妆改一下，改成那个酷粉酷粉妆容。宝贝们，你们觉得女生懂事比较好还是不懂事比较好？什么该懂事的时候懂事，该不懂事的时候不懂事？我觉得很多懂事的女生就要理解别人更多，然后好像要体谅别人更多，别人做错了还要别人原谅别人，明明是别人的错也要原谅别人。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懂事的女生，但是我挺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懂事的女生，你做错了还任性，哎，我就是不乖，怎么样咯，你打我咯。而且我觉得这种不乖女生，哎，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调皮咯，那不然的话怎么样咯，对不对？就蛮可爱的，男生会觉得蛮可爱的吧，太懂事的女生，嗯，是一个难题。换一个美瞳颜色，哇，我们来用一下这个粉色的睫毛膏，哇，贼酷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是露华浓745素美色，是时候换一件衣服了。我们来吃饭啦，我的美瞳戴的我的眼睛非常的胀，我要把眼镜给拿掉。这一个紫色款的可是棉抛，不能扔掉。啊，好多了，上菜了，好好吃哦。千万不要怕胖，如果你怕胖的话一定要吃饭，如果不吃饭的话才会胖哦，不吃饭的人最会胖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哦。妈妈打个招呼。Hello. 如果你是晚上看到的我视频的话，那对不起。榴莲滋味，太好吃了吧！看一下我的妆容，鼻子上有一点出油了，哇，鼻子上出油了，哦，额头上也出油了，脸颊还可以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会油。出油的时候记得用纸巾擦呀。哈喽宝贝们，我先到家了，现在大约已经10点钟了。哈喽我弟今天的妆容就到这里了，然后脸上已经开始发光了。好 OK, 今天的眼妆真是太上头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